王员外啊，这是我们的惜春姑娘。惜春，哎呀呀，这惜春这个名字也美，是人也美，脸圆圆的，狗蛋子圆圆的，腰细细的，可是个生娃的个好材料啊！谢谢夸奖哦。嘿，惜春姑娘。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，每人扣月供一两。看你们这表情是觉得扣得不够。不错，有觉悟，那就扣一半好了。花姐，怎么着，你们觉得不服？这莫愁啊，进了咱花满楼，咱就是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就得互相关爱。来，莫愁，伸手。花姐，这个月客人特别多，我这跑的跑的，腿到现在还疼着呢。就算是平时，也不能给这么点月供吧？您说是不是？就是，你这一个月累死累我，别你们，你们嘴里比我怎么那么多？对呀、啊。最近吹箫吹得嘴都麻木了，我们做的不比他少。我天天跳舞，跳的脚都抽筋了，这个太残忍了吧？这简直就是我这个月的皮包都没有。好好休息过。莫愁月俸比你们高，是因为卤香素肉已经成了花满楼的招牌。你们要是觉得不服气，当然不服。那我们就比比，对，比比，比比。好，就来办场比赛。什么比赛好呢？鉴宝大赛、辩论大赛、舞蹈大赛、辩论大赛、舞蹈大赛、辩论大赛、舞蹈大赛。哎，这个美色美食，好，就美色美食大赛。这比赛呢，还得找位评委，评委呢还不能是花满楼的人。表姐。表姐，表姐可以做评委，但是表姐跟秋玉沾亲带故，还得再找一位。我来。哟，王员外呀，王员外。花姐，这一场美食美色大赛，所有的开销我全包了。没问题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惜春。喂喂，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参加花满楼第一届美色美食大赛。我们今天请到的评委是花满楼常驻客人表姐。贵宾王员外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我们长话短说，下面有请我们花满楼五美六美之一的秋雨姑娘已经准备就绪，请贵宾尝菜。看着我们秋雨姑娘缓缓而来的步伐，她的菜肯定是会让大家大吃一惊。这个呢，是我做的西红柿鸡蛋汤。这个西红柿是选择晨露之中最新鲜的，口型方正，无裂缝，无虫咬，肉感肥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这个还是选择小星星的西红柿。这小星星的西红柿口感特别的好，营养哦，很丰富。就这个菜呢，有一点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原汁原味。一道简简单单的西红柿蛋汤，竟然让秋雨姑娘做出了如此的境界，想必这个汤味道一定是……让我们看一看，来尝一下。那这个是人家的处女状，你们尝一下下哦，请。Thank you.
了嘛。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选手东乡登场。我们东乡姑娘因为做这道菜是尽了浑身的解数，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。下面就请我们花满楼著名乐师赵琵琶替她送菜。请两位评委品尝。这道菜叫做红烧猪蹄儿，选最好的猪，每天走上20000步，整整走上7749天，才能走出这结实厚重的蹄儿。两位评委再次举起了牌子，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位选手夏莲登场。懂了懂了，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。这青豆啊，可不是一般的青豆，而是采摘于花满楼后院，我们自己无害种植。而这西瓜皮呢，也是有讲究的。这西瓜的鳞要明显，卷须要粗壮，要有短柔毛、密背柔毛、叶柄粗，这样生长出来的西瓜呀才合格。所有的营养全部基于这西瓜皮儿。有创意，看着不错。是啊，看着不错呀，尝一下。嗯。味道不错，清鲜宜人。挂单。下面有请惜春姑娘登场。怎么这么臭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不懂了吧，有些东西闻起来虽然臭，但它吃起来是香的呀。本姑娘这道菜就叫榴莲臭豆腐拌大肠。噔噔噔噔，这世间之物皆是阳极必衰，物极必反。臭豆腐大肠虽是寻常之物，可这榴莲可是让四大爷特意从南洋带回来的，据说是水果之王，可以活血散寒，强身健体。嗯，拿走拿走，我求求你俩惜春拿走啊。干嘛呀？哎呦，咋这臭的事啊。哎呦，贤儿，贤儿，下一位。二位请慢用。
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呀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唐伯东，刀表东，刀表东。啊，小二。哦哦。你今天必须跟我走。你别走，走。这位官人，小女子虽是待罪之身，但也是名门之后清白人家的女儿，你这样随随便便就带我走，是不是应该先说一下你来自哪里，要到哪里去？废话太多！直话告诉你们，我就是黑山寨寨主王老虎，知道吗？我今天走要让你给我上山做我的压寨夫人，现在就走。压寨夫人？对。师父那种一来伸手反来张口，要我和刘想干嘛就干嘛。哎，还有你是不是那种对老婆特别好，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，让你往左你不敢往……好做梦了。三国同赏一千两，共同缉拿的王病猫啊！一千两，我等你很久了。这，哎，春姐姐，你打女人，天理难容。咋，你也想死活一下？我今天的琵琶坏了，要不然，朕死。王员外，你这不动，不要动，动我是要了你的命！哎呦，哎呦，嗯，那好，哦，那好，不敢动。花姐，下来用的是我在后院种的巴豆，这可是一千两啊！一千两！哎，救命啊！
姐，表姐，表姐，快快扶上楼。好，搭把手。寻不见他，他寻。